定要收藏好了。调磨两勺软磨粉，一勺半水进行调磨，顺时针搅拌成没有颗粒状，然后均匀涂抹脸部。这款芦荟软磨粉主要针对敏感肌、痘痘肌、毛孔粗大、油脂分泌过多、上护肤品不吸收的姐妹们效果极好。等待20分钟后撕磨撕完磨，皮肤非常清爽又干净，上妆也不卡粉了，而且上护肤品也更好吸收了。